欢迎高同学加入我们班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课堂内容是怎么样做好一个蛋挞。嘿，太好了！走走走，别听，一起走吧，是不是还有同学？啊，这个啊，是啊，安慰一下。老关，快进来。走走走。 喝点水啊，妈。哎哎，怎么还不来？一起。太堵了，你们是不是等好久啊？没有，我送外卖开车接妈一起过来的，也刚到。妈啊，这是给你买的钙片什么的。这么多啊？保护心脑血，哎，这给你爸买的吧？哦，可能是那个服务员是不是给我多拿了？反正我让他拿一点，可能是给我装上的。反正你们吃呗。好。 你们怎么不点菜啊？服务员，来，你好，点菜。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？我点了啊。点啊。哎，就点这个清蒸蛋白鱼。嗯，这个我要汤。嗯，再点一个毛血旺。嗯嗯。请问您有忌口的吗？不要葱和香菜。好，那我给您下单了。谢谢。你看你妹妹多细心，知道我不吃香菜，你不吃葱。就是啊，而且还记得咱们家只有爸爱吃毛血旺。是。 哎，服务员，你干嘛呀？你都换一道菜吧，不用，一会儿啊，我打包回去给爸吃。哎，打包。那个，那你千万别说是我点的啊。好。他那上面写了多少，然后就加多少，这个我。啊。哎，你看看就知道。这个给我吧，我来。你来。我来。嗯。这可以是吗？现在可以。 别怕了，交干什么？你吓我一跳！你快吓我一跳呢！干嘛呢？这怎么这里边怪好了嘛？好家伙，您没教好，你没教好，我干嘛这么凶啊？你，这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兄弟这命多好，是吧？那所有人对他都温柔亲切，到我这儿好，我先搁这里是吧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跟你分一组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关永年，这是学校学习的地方，这不是婚介所。 败坏学校的学习风气，哎哎哎，这么大帽子，嗯，对，我们带不了啊。好，老年朋友在一块儿交个朋友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呀？再说了，他又不是你老公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我的对象，你说什么呢？快让高院长看看。哪个？手腕还是手指头啊？手指头。手指头。就这个，就这个地方，刚才鼓了一下，多亏有你了。不疼吧？啊，就这个地方疼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伤到筋也没伤到骨头，小问题啊，这两天就不能干重活了啊。行，那一会儿就给你来了。哎，幸亏今天碰上高院长了，今天这碰上高院长算是幸运了，要不然这是小毛病。高院长，你好，我们有事儿就找你了啊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他这是小毛病，没事儿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雨晴，雨晴，啊。怎么了？你说你这倔脾气，姐拿你都没办法。不是好端端的说我干嘛？还装啥是吧？这心里明明惦记着爸呢。你看你买东西吃饭一样都落不下他。你说你怎么才能跟爸和好呀？你跟姐说说，要不我给你想办法。哎，别瞎操这个心哈，没用。买单。我总是喘不上气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高院长，我晚上睡觉总惊醒，要不要到医院检查检查呀？哎呀，高院长，正好你在。老爹，你手还疼吗？头疼啊，实在是太严重了，睡不着。不疼了。高院长，我也是。咱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不着急不着急。我找他去看看病。现在人太多，一会儿啊，我单独找他看。啊，其实我看你们的气色都不错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那个，是提天气。不不不不，没事，你们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吧？你开玩笑，讨厌。哎呀，张老师，哎，徐同学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怎么了？有这么个情况啊，我跟您反映一下。这个事情你管不管吧？我管什么呀？就那高建岭，根本就不学习，在那给人看病啊。徐同学，你看是这样的啊，咱们这是老年学校，利用自己的专长去为同学们谋福利，这也是正常的呀。大家相互关爱，相互照顾，这是好事儿啊。我这现在也有点不舒服，想咨询一下高同学。我先过去了啊，徐同学。高院长太受欢迎了，是吧？哎呦喂，差不多咱们班里女生全加他微信了，我觉得这挺好的啊。以后老高有了老伴儿，他肯定不会找你复婚来了，那时候也就没人跟你抢儿子了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得感谢我。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对了，老高，哎，我这个腰这儿老有点不什么，你也帮我看看。吃猫血旺啊，你不是最爱吃了吗？来，多吃点啊，可好吃了。哎呀，你说雨晴啊，挺有心的啊。她其实呢，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总惦记您。我跟妈都看出来了。你看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猫血旺。爸，你跟雨晴就和好呗。我让机长找他。我专程买的苹果去看他，人家连见都不见，你还让我怎么着啊？那你多去机场找他两次，不就找着了？我？我看你对你儿子可没少低头，闹半天你还是见人下菜碟是吗？多云，甭管他，啊，谁心里难受谁知道。让他硬撑着，让他撑着去。慢点吃啊。您今天不是有课吗？怎么不复习啊？我不想复习了，而且我不想再去上学了。妈，您心血来潮就把名报了，上两天课就不上了，这可不是好的学习态度啊！哎呀，
没什么意思，我不想念了。雨晴他爸可也在这个班上，您要是就这么打退堂鼓，我脸上可没光啊。实话实说，是不是跟不上进度啊？这那点学习内容，你妈有什么跟不上的呀？能跟上您闹什么情绪啊？您看看雨晴他爸，整天在群里被表扬，没事就讨论这讨论那。您不用功也就罢了，啊，遇到点困难就要退学，小时候可不是这么教我的。妈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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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当我没说，我学还不行吗？学呀，抓紧时间呀。哦，好。拿电话干嘛呀？没有，就是我万一谁找我呢？南瓜起司蛋糕，调料，来啊，我们答题啊。蛋糕在烘焙食品加工工艺中主要起什么作用？答。乳化，答对了。来，爸妈，下一个，稍等一下，这俩是什么菜啊？下一题啊，鸡蛋的储存温度一般是？注意力集中。答，鸡蛋的储存温度一般是在零，太狠了吧？摄氏度啊，玩真的呀？从明天开始，如果你再不交钱的话。断水断电，明白吗？不是下个月开始吗？明天几号？一号啊。哎呀，好，下一个题，注意了。爸，爸，你帮我说说话。我哪行？我不记得明天是一号，你给我点缓冲的时间，太突然了。这断水断电，现在还断粮。下一个题，这太突然了，我没准备好啊，爸。制作别蛋糕了，工艺是什么？妈，你爸明天考试。我们在复习功课呢，什么意思？不让我吃饭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从今往后这就是咱们官家的规矩。来，下一题啊。官家的规矩我懂了，就是逼我嘛，逼我不在家里待着，没我的地儿了，是不是？下一道题。行啊，蛋糕那我就走了。制作工艺我走了吧。关键工艺是什么？我离家出走了。行，你走吧。爸，我走了。老关，答蛋糕制作的关键是对于烤箱烘焙温度的掌握，先用高温烘焙。不对，那我真走了啊！你走吧，你爸明天要考试，你就别影响他了。先用高温，我打算去流浪。不对，你注意力集中点行吗？是，我去露宿街头。先用饿死街头。低温应该高温啊。开始用高温烤制，是为了避免。蛋糕内部的气体由于爸我真走突然加温，爸我跟你说，我关震雷只要踏出这个家门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面包的表面干裂，我即将会饿死街头。那个导致迅速饿死街头，不是导致什么？你这注意力太不集中了。高温低温，到底低温还是高温？到底低温还是高温？你们想拦我拦不住的。低温。高温，重新来。高温，高温，低温，啊，低高温还是低温？高温。我左脚一迈出去，右脚就要跟着迈出去了。左脚是高温，右脚是低温，不是脚，怎么是脚呢？蛋糕啊，蛋糕高温，高温烘焙蛋糕，它内部的气体由于突然加热导致蛋糕表面干裂，皮肤干裂。不是皮肤，是，哎，他走了，表现得不错，来，赏你一块，不容易。到底是高温还是低温呢？第一，休息五分钟，玻璃，吃点苹果，补充一下维 C。啊？哎，
你小时候给你15分钟玩的时间，你怎么才给5分钟啊？时代还不同了呢，分秒必争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付出努力才能取得好成绩。哎呀呀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快去忙你的，你都打断我思路了，你快去忙你。是苹果啊！我知道你别，你都打断我思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都学不好了。只有5分钟啊！赖谁呀？不许玩手机。蛋糕抹茶蛋糕，蛋糕交出来。什么呀？我都听到声了。没有啊。学习的时候开小差，能学好吗？没有，您，你看，没有。我那边。妈，别漏电过上您。哼，行行，我给你拿还不行吗？你别看着我，不看。完了，一会儿给我。风中的承诺，这谁呀？同学，女的，我是想问问她上课的东西。今天的作业发我一下好。这妈。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一个好学生该有的样子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你今天上课是这样，那又他们那些人就在那聊天，特别乱，我都没听见，我没记住。这同学他成绩好吗？是班干部吗？不是好学生，你不要跟他一块玩。别看还有几个月才期末考试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，要不然开家长会的时候我有脸吗？你小时候就这样吗？一模一样。哇，那我真够讨厌。赶快抓紧时间，手机没收了啊！蜂蜜抹茶蛋糕的制作方法，在一个玻璃容器内倒入细砂糖。哎，顶一下，赢的人可以亲手的忍一下。故意输的，好像是谁赢谁输都得被亲一下吧？哎，你妈又去上课了？啊，他们其实上课没那么早，但是得有个学习小组，说上课之前要开个小组会议。我记得今天是半天的课程吧？他下午约了个下午茶，说晚上才能回来。阿姨现在行程这么紧。都不管你了，是不是不适应了？可不是，之前还从头管到脚呢，现在突然这样，真有点不太适应。现在成了我每天追着他了，追着他让他复习。哎，说起来这事儿，还要感谢你爸助我一臂之力呢。我爸？啊，我爸怎么了？你爸用的激将法，我妈才报的名。你忘了，当时我拿那简章，我妈根本不感兴趣，现在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而且他们俩现在是同学，你爸是班长。你说，你的意思就是，这事还是我爸一手策划的？是啊，你爸是有勇有谋。我说你怎么那么优秀呢？基因好啊。哎，你说他闲的没事干，折腾这些干嘛呀？他还能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我们俩好。嘿，老妈，老公，今天让你破费了。就是破什么费呀？咱们这个年龄啊，每天应该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活着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哎，老妈，您的驾照拿上了没有啊？我拿到本了。哦，啊，我琢磨着啊，
先用我这个闺女的车呀，我先练练手。嗯，回头呢，我好好的攻略啊，带我老伴儿啊，自驾游去。嘿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老关，嗯，你也应该抓紧时间考一个驾照啊。到70岁，你再想考可就没机会了啊。是是是，有驾照以后啊，咱们组一个驴友团出去走走。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嗯，不错不错。我跟你们比不了啊，你们都有资本潇洒呀。你像人老孟，您那儿子那是海归留学生，争气。嗯，不错。别提我那败家的儿子，争气，我差点没让他给气死。怎么了？当初啊，他嚷嚷要出国留学，我和老伴儿啊就把那房子给卖了。嗯，结果呢，待了一年多。他忽然说啊，不念了哟。哎，我们是好说歹说呀，劝他念到毕业。这不回国之后吗，住的我给他买的房，开着我给他买的车，一天班也不上。嘿，那后来怎么着啊？我逼他去找工作，他为这个还跟我动了手。哎呦，通过这件事儿啊，我是彻底的寒心了。我把房车全给收回来了，生活费啊一分我也不给他，他自己没辙，出去找工作了，一年多都没联系。三十晚上，他来电话，一听我的声啊，他哭了。他自己出去工作，吃了苦，他才知道，父母为了培养他出国留学，这有多难呐！这一辈子的心血，就这一套房就给搭理了。来来来，喝茶，老孟。通过这件事儿啊，我是彻底的寒心了。我把房、车全给收回来了，生活费啊，一分我也不给他。他自己没辙，出去找工作了，一年多都没联系。三十晚上，他来电话，一听我的声啊，他哭了。他自己出去工作，吃了苦，他才知道，父母为了培养他出国留学，这有多难呢？这一辈子的心血，就这一套房就给搭理了。所以说，眼睛里啊，也别总盯着孩子。嗯，多出去走走，长长见识，了解了解别的活法。谁干的？你爹我。有意见吗？有一点点。爸，我早就瞅你不对劲了。前两天不让我吃饭，今天又贴封条，您到底想干嘛呀？宝啊，从今往后，要么好好开车挣钱，要么出去找一份正经工作，每月按时往家里交生活费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房间就停水停电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住我自己家，凭什么给我停水停电啊？哎，爸，你是着了什么魔了呀？这天天跟我这要钱。等等，你要敢撕这个封条，我立马把门锁上。爸，我招您惹您了呀？啊，你以前不这样啊。自从你上了那个什么老年大学，那老年大学肯定有问题，他们是不是给你灌迷魂汤了啊？关正磊，打今儿起，白吃白喝的日子没了，爸妈老了，给你啃不动了，往后的日子就全靠自个儿了。来了，早上好。我要蹭早饭。阿姨，哎，打扮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？大清早的您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跟那个姐妹们约好了，早午餐我们要一起吃，下午再一块去上课。好。阿姨，哎，对了，晚上我也不回来吃。
还有，我宣布，以后早餐你们自理，我不管了。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哎，没早餐啊？就是，还来蹭饭来了呢。冷锅冷灶的。哎，嗯，你妈多久没煲汤了？好久了，久到上次是什么时候喝的汤我都忘了。我觉得他最近变化有点大吧。是啊，他现在天天这样，爱美爱打扮，天一亮就出门，天不黑不回家，而且别说煲汤了，这家务都不做。我呢，除了洗衣服做饭，还得督促他完成功课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你妈以前那样也挺好的？是不是越来越理解他？明白也晚了，这飞出笼子的小鸟啊，一旦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就很难再回到笼子里了。不过，为了我妈的新生活，我得坚持。还有我呢，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我想吃你。先楼下吃包子，再吃你。他创作的画呢，贴近自然而又超越自然，同时呢，他还创作了很多肖像画，他肖像画呀都非常朴素，但是呢又不缺高雅的气质。昨天呢，我在群里面给大家布置了作业，现在谁能告诉我这幅《珍珠女郎》它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？丁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。作者是吧？应该是约翰内斯维米尔吧。维米尔画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虽然都有珍珠这两个字，但并不是同一个画家。哦，是吧？你看都戴着珍珠，我就记错了呢。那你再回答一下，这幅画出自于哪个年代？年份是吧？出自于1868到1870年。我们班有很多助人为乐的同学，这非常好。高同学，你很喜欢助人为乐，那你就给大家讲一下，这幅画整幅图都没有珍珠，它为什么叫珍珠女郎？请到前面来。这是法国艺术家科罗的人物画代表作，作者描绘的是一个带着用树叶编织的花环的青年女子。惹草，得瑟。英雄救美，哎，俩人对上眼了。没办法，既懂医又懂艺术，太优秀了。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吧，大家休息一会儿啊。嗯。哎呀，走。哎呀，别玩了，走。来，快！这家伙，这知识面太广，没办法，太有魅力啊。
这么有研究。哎，老实交代。哎，好吧，我替你瞒着。刚才呀、啊，真是多亏你了，不然我这张脸，哎呦，我都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。不是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为了感谢您，我请您喝奶茶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我不喝奶茶，我喝我喝我喝等于他喝了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们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我们聊什么呀？那个我已经从医院退了，你就叫我老高就行。哎呦，叫什么老高啊？在我们这儿啊，都叫小高。您就叫我小丁就行。干嘛？啊，小丁啊。小高。哎呀，真好。小高啊，我听说您之前过新疆，还到非洲去当过医疗志愿者，拿了好多专业的奖吧？高啊，这个我有点事儿，想让你给我帮个忙。您说。嗨，我老伴儿啊，5年前就去世了，现在儿子他们一家也都移民了，国内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就是有点要强吧，我怕自己拖后腿，可是呢，又找不着人给我辅导辅导。所以我想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，能帮我辅导辅导？哦，我，我那时间有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这样，我先加您微信啊。啊。咱们放学以后再单约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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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干嘛？加微信了。去。加微信了。加吧。要微信就给，做人太随便了。这话说的，你又不是班长，管得太宽了吧？再说了，加微信人是为了学习，怎么就随便了？我怎么说什么你怼什么呀？啊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咱们要不是快成亲家了，我。放学以后单约。二位的咖啡，您请，您的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这么多年了，还这么招风惹的，老狗血！你在这干嘛呢？吓我一跳。我平时就老在这看看书啊，那喝个咖啡的，你来干嘛呀？这太高雅了，我来看看我那个兄弟，他那桃花运走的怎么样了？嗯，你兄弟，你兄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还以为您跟踪老高和小丁呢。他们来了吗？他们在哪儿呢？啊？怎么没看见啊？哪儿吗？哦呀，我都没看见。我跟踪他们干什么呀？啊，这也好啊，都是单着呢，是吧？在下班聊聊，约约，咱不会坏人家好事，是不是？小高，你今天打算从哪里给我补啊？哦，我给你带了不少书，来，我这里有《世界艺术史》，还有《中国书画艺术史》，还有当代艺术方面的书，了解一下艺术发展的脉络。这么多书哈，你先把这些看完，回头我再给你找一些门类更细化的书。啊，其实吧，我是想先了解了解你。哦，那好啊。那我是这样的，我个人比较喜欢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啊。还有早期的古希腊艺术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哦，我明白。这两部分会经常出现考点，回头我把考点给你画下来。我研究了历年的考题，只要你能把这部分给背下来，
那70分没问题呀。好。如果你还想冲击更高的分数，再加2分，90分没问题。如果你想冲刺满分的话，齐活，满分没问题。哦，哎呦，今天咱们上了一整天的课了，我这腰有点疼，要不今天咱们先到这儿吧？啊，好，好，那行，那就等我把重点画完了以后，你拿回去慢慢看啊。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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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画。好，好，那我先画。我打个电话啊。你打电话，先打电话。哎呦，看见人家正正经经学习，放心了吧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老高也太不解风情了，哪天下来我得跟他上上课的。关永年。这是学校，是读书学习的地方，不是搞对象的地方。你思想太不端正了。你好，二点的咖啡。他点的咖啡我不喝。你以为你点的咖啡我爱喝？不是，是外面那位先生送的。他说你们在这半天了，怕你们渴。啊？啊？哦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啊。慢用。哎，好。一会儿呢，你先请我吃个饭，然后呢再请我看个电影。凭什么我请你吃个饭呀？因为我辛苦啊。哎，我不辛苦呀，我开这么久飞机，我都瘦了我。哎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是徐秀兰的家长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谁啊？我是那个东城老年大学的张老师。是这样的，徐秀兰和同学起冲突了，请您尽快来一趟好吗？啊。哦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现在过去。什么？秦一峰的妈妈在学校跟别人起冲突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了啊！起冲突？多大岁数了？两位同学，都消消气，喝点水，把脸都转过来吧。谢谢。你好，你是？哦，老师，刚才您给我打的电话，我叫关雨晴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徐同学家长是吧？里边请吧。啊，快进来坐吧。哦。啊，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徐同学和关同学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打起来了，所以我就把二位先请到办公室冷静冷静。关同学，你的家长怎么还没到啊？我闺女跟我儿子他们都忙，过不来。啊，行，反正咱们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大家都把话摊开了说啊。那我先说吧。那个就是关永年吧，他今天跟我抢烤盘儿，我当时我就生气了，你烤盘就不小心就砸到他了，不是故意的，完全是意外。但是你看他故意不砸，你看你好好瞧瞧，这是烤盘砸的吗？啊，哎，您让您家长，你让张老师看看，这是砸的吗？啊，他啪实地一推，我摔地上搓出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话，哎，你们看他，人高马大，我是一弱女子，我能把你推地下吗？你会点穴呀？我怎么点穴？啪一下！我跟你说，你假摔，真的，他假摔。哎呦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足球场假摔是会被罚下的。我跟你说，当时他们我不理你，我不跟你掰见识。这婆婆妈妈的，你不知道这男的应该让着女的呀？哎呦，现在你想起你是女的来了？你废话，我怎么不是女的？早干嘛了呀你啊？你甭废话啊！你现在马上给我道歉，别的我不管。道歉不可能。但是那个医药费我可以赔你点儿。你甭耍话头，我有医保，少废话。这样吧，两位同学，好了好了，那个不是你们都是班里的同学，又都是一个组的，你说你们得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，不能老是动不动就吵。
老师也希望你们能够在班里成为一种积极表率的作用。咱不能打架，也不能吵架呀。而且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，这样孩子们也会担心吧。这个事儿吧，我也有责任，这么推来推去的也没劲。这样，我给徐同学赔个不是，对不起您了。那我接受你道歉。那个，明儿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，咱俩还是搭档，是吧？以后再有什么和面机啊也好。是这烤盘也好，都先紧着您挑。别，咱还是一人一天，你别弄得我好像我挺不讲道理似的，我没有这样。好了，行了，咱们这事儿啊就算解决了。两位同学和好吧，好吗？握个手，啊。哎呀，关同学，男子汉，主动点。哎，行。来，徐同学。哎呦。不太方便。行，徐同学，你看，这毕竟你把关同学给打伤了，这医药费你还是要出点的。行，多少钱你说吧，我赔你。你要多少钱？不，算了，我有医保，算了。我不啊，那个，给您手机上打了些钱，查收一下，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啊。老师，我们先走了哈。啊，老师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关同学，你们认识啊？这怎么还有微信？你们很熟吗？没有，这半生不熟的。哎，老师，那您先忙，谢谢您啊。张老师怎么把电话打到你那儿去了？哦，嗨，肯定清风又进手术室了，联系不上他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今天刚好也闲着。啊，你看你休息日，我都不能让你好好休息。我看你跟你爸都没怎么说话，是不是爷俩闹别扭了？阿姨，坐吧。哎。其实我也想说，我爸这个人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特别容易着急，脾气不好，他就是倔老头一个。是，他要跟你犯冲啊，或者较劲啊什么的，你稍微让着点他。是，我让着他。要不然，你跟你爸打个电话吧。今天你给我做家长，我想老头心里肯定吃醋了。没事儿，他不会吃醋的。你看你今天跟我做家长吧，我觉得这面子吧，哎呀，我觉得面子老大了，我特感动。阿姨，我其实也没有想到您刚才能原谅我爸。烦恼甜蜜，受到默契的回应。
幸福挥霍，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，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。你回望的璀璨，我想一生漫漫。只是还没有经过平凡的暮色，想起你天空中明